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是方神地性。咱今日咧，直接继续过来讲解这个阳宅风水的妙法。咱现在在厝这个看这个电视，好，那么咱看电视必须要有一个天线。若是天线现在方向无正的时啊。我相信各位现在在看电视啊，所收到七七叉叉未清楚。若是天线真正正调到真正的时啊，一定足清楚。咱所看了以后，咱心平气和，脑头脑清醒。相对啊，咱一间厝嘛同款，咱一间厝，咱的厝都是那电视机，门呢都是天线。外大门就是天线，若是讲咱一间厝，因为都市计划路的关系，不得已啊，无多，咱爱照这个向来去。但是咱要门无要紧，要有天线呢。电视爱摆几日，无要紧，但是我天线会用个人举个人向。这向的原则呢，唔是一般所讲的向，甲真个离谱的向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视的天线的彩的位置啊，甲徛门的位置，道理完全相像。好，但是这样，电视你爱向对哪一个山向去，咱门都是爱向光明的所在。外大门啊，得收外面的人气。咱家属徛家，我外大门出去。看真爽快，咱出门有贵人小牵引，小贵人小帮助。若是咱出的门出去啊，好，有这一挂，这里呢，好，有做方向啊，好，假使呢对出去乱糟糟，一定拄到真济阿里不达的代志出来。若是啊，咱向出去的时啊，好，咱感觉哎，足清幽，看起真开朗，啊，就是欢喜心。好，看出这欢喜心的时啊，咱出门一定都顺时。公司工厂嘛，同款。公司的工厂，这个外面呢，大门出去啊，向出去呢，无壁多，无一个厝起个家。厝起啊，才是大路，或者壁多，哪一支都破起来无壁多，无拄着绑着电条啊，遮大支的电条，细支的无要紧，无遮大支的电条，也是无绑着塔，无绑到墙头啊角，围墙啊角尖尖就射入来，也是无绑着人出角尖尖尖尖就射入来，迄只处理咧，无绑着这个人行路，好，那无行路咧。都有凶业，若是头前处理咧，有一挂这里坑坎，或者头前处理咧，好有乱招，或头前处理，人个变数坑，头前凶处理咧，若是拄到人个莫打，啊，这里其他的机器呼呼叫，好，或者对处理咧。咱若对着人个厝个尖角、乌领头、厝角尖尖尖射入来，啊是咱个像天主教啦，吼，咱这个教堂啊，头上尖尖嘞，是不是射入来？若是若拄着遮嘞，拢那毋是坏业，都是事端，啊，都是口舌是非。这外大门啊，向出去嘞，这学问嘞是非常的大。但是咱一间厝向出去，假使歹是无要紧，我用将我的门关一边，哈、啊，
将我门小我关一边嘞，我向对边出去嘞，看会出来，真正舒服。那么要开外大门，要恁安怎开呢？咱啊，家己定定啊徛嘞，目睭起，手放下，咱喘外大气。外大气呢，拢吐五解，吸五解，吐完以后，咱就轻轻松松，咱就放落来。那像我外单讲咧，空松松咧，然后目睭只看向避开，避开咧感觉看安怎？感觉爱头壳扎扎，还是心头鸟是差？这个所在都不是你爱用的所在，嘛不是你爱选的所在。所以外大门位置啊，你们加咧，嘛爱真注意。可能咱一间外大门咧，上家开好门，向出去一好门。好评向到出的好评，安尼都开好门，开好门反销人。那只有上好是开两门，开两门向出的多边开两门。那个开两门的厝嘞，拢大部分拢较好。但是有一个要领啊，那开门的选门的大学问，两边的水来开两边，好水来开中边。开中门，凉水来开中门，好水来开中门，一定就平安。这是真大的要领。好，这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要领啊！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好，那么开一个门，讲起来是真简单。好，那么无啦，你若讲唔捌的事啊，确实困难重重。啊，今日即节咧，简单甲各位讲一个开外门方向的位置，咱要一个这个以后一个详详细咧，好，以各种的现象对出的什么款，有拄到啥咧爱向啥，好，拄到啥爱向啥，咱这拢会讲。若是咱的厝向出的时啊，好，头前咧，好，拄到像这种的庙门，好，啊庙口有尖尖这咧，咱厝咱就无向这个向。咱处向，咱就爱闪嘛。即个来向这向的水啊，较有事端；向这个向的是都有嘴，好，就是有口舌是非，好，诸事不顺啊。所以咱的向，啊，门向爱非常的注意。好，因为呢，咱个人家家户户呢，咱若拄着问题如何排解？好，如何来超切？好，如何呢？将这个歹呢化为好诶！好，这是真正重要的课程，所以各位免惊。好，大咧有发有破，好有煞有正，有改改者是按以理性以智慧来调整。好，这点呢，好今日特别甲各位一个声明甲报告。那么今日咱这节的课程，好，到这结束了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利。欢迎十方圣弟兄，啊，咱今日咧，啊，继续过来讲解，啊，咱的阳体风水的妙法，顶节讲到外大门。咱外大门向出去咧，厝起安尼，因为路无大，无可能改，所以你向出去会拄到人庙角，啊，拄到咱厝角，拄到学校的尖角，拄到工厂的壁刀，哈，工厂的大门，奇形怪状的物件的时啊，各位免惊，啊，只要咧，咱将这个门的方向咧。那个调整方向，调整方向过以后咧，咱做闪过，咱大部分在调整这方向啊，咱看出去啦，渐渐好垃圾咧，咱大部分调整歪到边啊去，好在咱两边，咱出去，莫去看到这尖角，咱若闪啊过，你就看到别位去啊，看别位去，莫去拄到尖角，安尼这边咧，咱出去，咱自然咧，就煞去会闪。那么这外大门啊，
常常咱嘴里拄着罗枪，嘛要罗枪啊！啊，罗枪呢？怎么办？厝爱大，那么罗枪呢？没得桥呢？咱就嘛是门外大门啊！好，咱啊先伫边去。若是讲外大门无法度，什么事？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大学问，真侪人拄着这个困扰。那我到咱对内底，为内底桥，内底门叫做内门，咱山不转路转，山不转路转，路唔转人转尔嘛。大自然都安尼啊，咱调整过，桥过。好，若是讲啊，在外面路冲来，我内底咧小门内大门啊，咱大部分咧上好咧拢爱开两门。有啦，外面外门个路冲，内底去开好门哦，欢喜连连呐，欢喜连连。我一位地主的啊太太啊，这地主咧，原来是医生，太太咧。在五年、三年前啊，要到四年前，啊，都肝，哈，肝这这肝肿、肝肿瘤，腹肚拢胀起啊，啊，药啊食无效咧，啊，有一天咧，拄啊，人家介绍推荐咧，下来找诸佛菩萨咧，然后问我，那么咧，我讲你的厝有问题，头前路来冲咧，腹肚胀，冲正边，伤什么人？伤什么人？而且咧。肝硬化，肝病爱注意。你讲啊，我的门就露出来，巷啊就是冲正门，冲到时啊，啊个内门个开好门，上到人。我你今日换位，好佳哉有一间，那无一间呢？啊个水，那个把刀水是最不得意的，该内门，外面冲路，内门呢，哈、啊、咱呢？加开了两边，开两边咧，然后左这边拢关节到多斜倒一摆，斜倒一摆，斜倒一摆安尼是啊，安尼主人就化煞。那么这位地主啊，好伊咧啊，照我讲的伊咧，伊将来紧来刷位，刷位了，太太身体说恶好起来，即摆嘛要勇勇行行。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，风水的妙法，咱就是咱就是拍太极拳，啊，为着太极拳安尼拍，安尼太极拳安尼拍，拍太极拳的，迄是啥意思呢？太极就八卦嘛，八卦就将这煞起来，我下对边啊去，下对边啊去，咱再看翻来，咱咪就拍来，你安尼个下拖到边过，哎，足舒服，拖到边过，哦，挂到这边，我射到来。哎呀，被 S 让他 S 型的啦，外面的来，我来的好比 S 型的来呢，啊，都贵啊，风风发的都贵啊，所以咱做的天机啊，做的天机，咱太极 S 型的，太极 S 型的了，迄就是讲这安尼，爱爱那些万行代志诶，不要横冲直撞，做人做事嘛，赶快，卖横冲直撞，我不高兴就怎么样？那就这么笑的人，我只要我喜欢，什么都可以。错过去啊，观念去啊，这不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大自然的法则是柔，大家修包容，修包容，一人一半。好，利益各人平等，福分平等，业障嘛平等，所有一切都是平等的相对待。某个年轻少年、新兴人类这一辈哦，只要我喜欢，错误去啊，错误去啊，把观念爱放伫大众诶。那么厝诶风水啊，告诉外门咧，路冲诶时啊，咱内门咧，甲该有弯翘起来，斜倒起来，啊就贵啊，不要直得来，直得来必致，媳妇者怕情的起来。好，如果说写都过来时啊，嗨，扭转乾坤。什么叫扭转乾坤呢？
这边钱来，扭转，这边写作过来，这边是坤，好像阴阳交过，天地交过，这个扭转乾坤嘛。这风水学啊，讲起来很复杂，但是无遐尼复杂，真简单的道理。若是讲咱内门呢，要安怎开呢？会记哩，内门最忌讳开虎门，咱毋通开虎门。除非你外面有真大煞，你爱开虎门，若无呢，咱拢开龙门。开龙门有财、有贵、有丁，心平气和。哈，家内逐个大嘞，宾主有分，主仆有分，大小有分，人伦有分。若是你用大门咧开好门咧，人伦会无分，这点要注意。所以这阳台风水啊，内门咧，内门你若开着咧，内底就平安，家内平安，会当顾家己，内底是小康，我不求大富贵，我小康就不错了。好，外门咧都是贵人，内底环境卫生咧都是财库，会存钱，会存钱。所以这种按部就班，个人分工合作，阳宅风水也是一样，分工合作，各司其职啊。各位是方兄弟姐，咱今日呢，这个课程啊，直接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利。方兄弟姐。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风水的妙法，有法有破，有煞就有吉。但是自古以来，咱中国人的心啊、量啊，拢是将所知啊，甲藏起来。啊，即个妙法拢藏起来，藏起来要留阮囝，阮囝如果留阮囝，结果阮囝无爱接我的法啊，结果咧，哎嗨啊！这个物件刷登去啊，断线。所以我本人啦，我研究风水以来，从贵国先师、王禅老祖、诸佛菩萨，这个古圣先贤、祖师爷所传话，我知影，我一定本着这个，这点我特别暗卡，我愿意将这个法来给传出来，只要大众会当接受。我一定真欢喜，将这个妙法啦传予大众。啊，有法有破，脑煞咱我都治。这个有毒药，一定解药。啊，但是好药无一定歹药，歹药无一定就歹药。所以这东西有法有破。那么今日阳台风水啊，若是讲头前拄着路冲，拄着边啊，前冲后嘛冲。边嘛冲，到尾你毋知要来解门，毋知要来撬，先冲先撬，都是拢是煞的时啊，走无路的时变怎搬厝阁困难。哦，所以啊，咱这个问题啊，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，静心啊，禅定中间啊，来依24个方向，一间厝24个方向，啊，如何来化煞？这个一个例啊，好，伫土城因国中啊，啊，我一个地主诶太太伫遐做老师，啊，伊都教这个启智班啊，好，特殊儿童教育，那么这囡仔一礼拜拢有人跋倒啊，啊是讲一个流血，你可大作未平安，那么伊就参加我北部这易经心法研究班啊，啊，第二届诶学员。好，伫遐参研究，每一礼拜六啊，拢在上课。啊，听我上课讲到这个化煞要领的时啊，那么将这个妙法啊，伊提转去办公厅。好，办公这里甲伊个教室呢，啊，伊就做安尼嘞。啊，出来底嘞，教室来底啊，伊就甲掼两个烟筒水甲断了，试看麦啦嘞。好，伊水甲掼甲断了，试看麦嘞，断了了嘞，迄个月囡仔煞煞呢？平平静静无代志，感觉就不可思议啊！足欢喜，甲即摆囡仔也足平安。那么另外一班的老师啊，阿姨咧，即个叫做因为伊有咱的
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非常的自卑。但是因为爱教义的关系，伊唔敢即个正面来轻视这教法，惊为着伊戒律。好，所以咧，即个老师咧，伊就问即个我地主的太太，好，伊讲问，哎，老师啊，你若奇怪你遐平安遐咧？伊讲我用两个桶，吼，甲外面有刷甲平行断了了咧，哎，啥拢平安咧？伊讲我嘛来用，啊，到时佫共享，佫结别经。伊如法炮制咧，伊就去甲嘛关两下桶，去甲断咧。嘿，原来一个月几啊个咧，煞存做一个月才一个，上台是断一桶，一桶水咧吼，甲放咧平行平静个调和咧是啊，煞减去啊。刚才来看咧，哦，两桶都断咧。这个话煞，因为伊个教室啊，伊个教室边咧，吼有一，这个边咧。隔壁的一个浪空吼，啊啊风啊吹来，这边啊浪空风吹来，这边啊咧，所以伊这间教室咧足歹大，学生囡仔事端足侪。那么老师咧，伊就甲试看下咧，好，这个水就是平衡，水就是阴电，阴电咧，好会当平衡对外面的煞气咧，来甲平衡掉去。那么今日咧，我讲到这个时阵，直接一课程。咱若是外面的，拢弯锅起串好垃圾。咱这间厝大大了出来，这真沓沓滴滴、沓沓滴滴的是啊。咱可以用这个法。我都研究咧，论二十四个山向，二十四山，啊，二十四个向，二十四向，若有拄着各种的问题啊，我今这点开始，这个开始有二十四个实例，二十四个实例咧，要来讲给各位咧，一个参考，啊，一个做一个。感情嘛好，参考嘛好，那有相信者，咱就用啊用。有朋友伫遐，伊真辛苦，啊，生活逐项真困难，要做逐项袂顺利，家里袂平安的，咱不妨用甲帮忙，举手之劳，帮助他人，啊，这功德确实无量啊。那么咱厝内底的算法，甲一般咱所讲的学地理的方法，有可能无相像。一般方法呢，吼，就是讲，甲分作八卦的形，分作八卦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咱一般的法呢，就是讲一间厝内，好，一间厝内，吼，伊甲分作这个呢，好，分作八方的算，分作八卦的算，好，啊是这八方，好，这南方，这东，这西。好，这东，这西北，好，这东北，好，这东南，这东南，这西南，好，那么这朝着中央，啊，门才开对答。这个咱的法，这是错误的方法，这不是这个算法，这是错误的方法。那么正确的方法是啥呢？咱那个破做，咱就豆腐高地，一间厝个破做高地。好，那么咱就看到这个图的方图了哈。好，那个破做高地，分做高地的，一间厝加分做高地，加安那来的吼。高脚等分，咱那厝安那来，好，那个脚等分，高顶分。好，头前这厝前，这厝后，好，这就三分之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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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分之一，这叫做九宫九的宫位，叫做九宫。啊，那么这九宫呢，不是跟八方无同款。那么今日这节先甲各位介绍咱厝内底的方位哈分法。好，真嘞，再甲各位嘞介绍每一个方向、处向，啊，会错误的是要安怎排解？好，这个妙法嘞，希望各位嘞，啊，咱啊，共同来去研究。那么，这节的课程甲这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利。